我还可以告诉你，我于成龙不但不会跑，不会死，而且绝不会只待3年。哟，成龙，怎么回事啊？出什么事儿了？走。成龙，咱今天进罗城啊，不入桂林了。 那住所病不看了。柱子，咱们到桂林找郎中给你看病去。不用了，老爷，咱们还是去罗城吧。到了罗城，再给我看病也来得及。那不成。哎，怪了，不烧了。那感情啊，是给金光组给气好的。好，那咱们先去罗城。 前面有亮光啊，好像是户人家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我们赶紧过去。走，柱子，今天晚上啊，你终于可以躺在床上，好好的睡一觉了。哎，黑子也可以好好休息休息了。 你的约定我应了，我还可以告诉你，我于成龙不但不会跑，不会死，而且绝不会只待3年。哎，没想到于成龙还挺倔，几句话就把他给惹火了。哎，就不知道他能不能在罗城待下去哟。 副台大人，这罗城前面去的2个支线都是30多岁，可一个都没留下来。这于成龙就是在逞能。要我看呐，这不出3个月，他一准卷铺盖卷走人。走，快点。 幸好雨家客栈，我运气真好，不然今天晚上真不知道怎么过。是啊，清水客店。你们先等一下，我和静儿进去看看。哎，好的。 二位客官，店家，哎，我们今天晚上就在你们这儿投宿了。那感情好，好，好。二位客官一路辛苦了，是不是还没有吃饭？要是没吃，我给你们做。好，我们不是2个人，是6个人，多做点。6个人，没问题。这位客官，一看您就是当家的，虽然你们来照顾我生意，不过有些话我还是说在前头。你说。
我们这儿呢，店钱一个人是20文，虽说这店钱呢贵了点，可是饭牌吃，您看怎么样？好，20文就20文吧。黄山引领的开店不容易。这位客官，您人真好。那可就谢谢了。啊，行，把东西卸了。好嘞，来，做饭去。好。 在这个地方能找个住的地方，真是老天开眼了。雨林，阿青，车上别留东西，能搬的都搬到客店里来。哎，好的。各位客官来了啊！哎，可以没有草料啊。燕，你可以给这牲口吃啊，不收钱。来，咱们把这些东西卸了吧。啊，来，你们先，你们先。好。 来，放西屋就行。来，各位客官，来，吃好啊！雨林哥，快点儿，发广告啊！来，雨林，你先来。别，快先生，你先来。快吃吧，饿了一天了。嗯，来，饭好了。嗯，好。也不知道合不合你们胃口。合胃口，合胃口。要是觉得好吃，你们就多吃点儿。老板娘。 你手艺可真好，谢谢。哎，我去再给你们续点儿。哎哎，好。嗯，我看你呀，这胃口也不错呀，啊，还是病好了点了。真不错，多吃点，好的快。 老爷，您再睡会儿吧，我去给黑爷岛添些草料，再喂些水。去吧，我们也起来了。哎，睡得怎么样？啊，擦把脸吧。老爷。 老爷，出事儿了！出事儿了！出什么事儿了？咱们的驴跟车都不见了，快问问店家！哎哎，老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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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店家跑了，店家跑了，咱们上当了！ 黑子，也不知道他们把我的黑子弄哪儿去了。老爷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不好。玉林，我要是半夜起来给黑子添水添料，黑子就不会丢。玉林，这不能怪你。行了，玉林，说什么也没用了。哎，成龙啊，咱们还有这么多东西呢，你看怎么办吧？黑子丢了。 我老爷做什么呀？我去找他们，就是搭上我这条性命。我要把黑子找回来。玉林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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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别去，玉林。
这么大的房子肯定不是他们两个人的，你到哪里去找他们呀？我们就该下山了。按照地图上来讲，穿过这片河谷地，我们就应该到罗城地界了。是啊，我们终于走出大山了，走出这九万大山，距离罗城不远了。啊，柱子，坚持一会儿啊。好。哎，慢点啊，小心点啊，走。哎，慢点，玉林哥，玉林哥，你放下他。没事，好也好，没事。玉林哥，慢点，慢点。好。等等我。撑得住吗，柱子？我撑得住。好，咱们慢点，慢点。九万大山，一路走来也看不见一户人家，土地都荒着呢。再坚持一会儿，爬上这道坡呀，就该到罗城了。大伙儿啊，都听于大人的啊！今天无论如何，要赶到罗城。好。